最近有很多的媒体说到，澳洲很有可能在今年下半年就会开始加息。那么加息之后呢，澳洲房市将会进入一个调整期。有不少媒体呢，甚至说房价会下跌15%。我们都知道，在疫情刚发生的时候，他们当时的报道是下降30%。假如说这一次真的像他们预计的那样，房价真的出现下跌了，那么对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呢？那么这期视频呢，将跟大家去分享一下，让大家看一看，如果说房价真的下跌了，即使只有10%，那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欢迎来到 SunPlace 频道，在这里你将了解最新的房产信息，通过全局观、大道至简，把经济和投资变得不再复杂，通过简单的语言，让投资变得简单而且清晰。我们都知道，从今年年初的时候，有大量的移民开始涌入到澳洲，造成了澳洲不论是哪一个城市，它的租金上涨幅度都是非常大的，控租率呢也达到了几年来的新低。那这造成了现在的租赁市场非常的火爆，很多人啊不得已要多于市价的这个租金才有可能去租到房子。所以让现在已经非常火爆的租赁市场啊，假如是说房价下跌了，我们知道会出现一种现象，就是说很多的置业者不愿意再去买投资房了，因为房价下跌了嘛。那么投资的房源在市面上将会更加的短缺。想一想，现在的租赁市场已经的非常火爆，假如说租赁的房子更少了，那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租赁市场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将会更加的紧张，租金上涨的幅度也会更多。所以说啊，已经置业的投资者，假如说房价真的会出现下跌，但是呢，我们的租金回报却出现了上涨，那么我相信啊，对政府而言，他也是不愿意看到很多的人租不起房子，很多人找不到可以租的房子，我相信这是很多人不愿意去见到的。在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知道，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虽然房产市场非常的火爆，但是建筑商出现了大量的倒闭潮，很多大规模的建筑商也开始陆续的出现倒闭。我们知道，美国最大的建筑商在过去半年的时间，他们的股票价值降了33%以上。所以说啊，建筑商市场竟敢在火爆的房产市场中，仍然啊，他们出现了非常困难的一种境界。那么，假如是说，材料费继续上涨，但是房价却出现下跌，我们想想这些建筑商是否他们的困境会变得越来越严重。一方面建筑成本越来越贵，在另外一方面销售的价格却出现了贬值，那么他们之间的利润点究竟有多少？这将会造成更多的建筑商倒闭，我相信呢，这也是政府不愿意去看到的。那么政府会不会因为这几点从而开始控制房价的下跌呢？这一点呢是我们需要考虑的。第三点呢，就是想要跟大家讲，就是房产呢，它其实是一个蓄水池。我们看一看过去很多年的中国房市，为什么房价出现了很好的一个增长，很大幅度的一个增长。当然在过去的两年，由于政府提出房价不炒的政策以后，房价的增长呢已经远不及之前了，甚至呢有些地方的房价呢已经开始出现下调。但是我们最回看前十年，那十年的表现，房价增长的幅度之巨大，其实有很大部分一个原因啊，就是因为房地产是资金的一个蓄水池。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十年，中国出口了大量的商品到国外，换取了大量的美金，而这些美金呢，到了中国以后呢，它是要印刷出相应的人民币流入到市场当中。假如说这部分资金涌入到不是房地产，而是我们的生活必需品，举一个例子，我们的衣食住行，假如说这部分进入到这里面的话，那么我们的衣食住行将会更加的昂贵，那么老百姓呢，很有可能在生活上都会有很大很大的压力。这是为什么？
资金可以涌入到房地产，因为如果是说涌入到房地产这个蓄水池，有些人买不起房子，至少呢他的衣食住行还是可以解决的。这也是为什么说资金涌入到房地产要比涌入到衣食住行的生活品当中是要好的。同样的道理，我们知道我们在过去的两年疫情期间印刷了大量的钞票，通货膨胀如此的严重，假如说资金不涌入到房地产，涌入到了我们的衣食住行，想一想接下来对我们的生活压力究竟有多大。你可以没有钱去买房子，但是你能没有钱去支付衣食住行吗？想到这里，我们不妨可以看到啊，如果说房价真的像媒体当中报道的会有大幅度的下跌，你认为可能吗？所以呢，希望这样的分享呢对大家有帮助。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呢，欢迎给我们留言。如果你认为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那么欢迎给我们点赞。我们下期见，拜拜。